个印度的女孩，还不到10岁。她呢，陈德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说，我们说因果通三世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生呢，有没有过去？有是你讲的，你要说服我，你拿证据来，是吧？好，那假如相信有过去生，那未来世的答案就解决了嘛，是不是？有过去有现在嘛，那有现在就有未来嘛，它相续的嘛。哎，因为现在也将是未来的过去嘛。陈德是大学的时候看过魏斯博士的第一本书，你们看过吗？魏斯四书，他出了4本书，通通谈轮回转世的。那时候我好像是大一，大学1年级。有一个点大家要了解，魏斯博士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天主教徒里面有没有佛菩萨视线？对呀，只是我们不认识他。他是医生哦，很多病治不好，最后呢，碰巧进入催眠状态，结果他就给很多病患催眠，他前世那个记忆太深刻的，然后带到这一世，比方说这一世一看到池塘，一看到游泳池就吓得不行。请问大家，那游泳池他这一生才看到，为什么就吓得要死？ DNA 里面有这个基因吗？这个是果啊，因在哪？明明这一次忌讳，这3个人我第一次见，长得身高也差不多，啊，相貌也没差很多，为什么这一个看得很欢喜，另一个看呢，说不上来，就很不顺眼？哎，明明第一次啊，那因缘原因在哪？坏。哎，真理在哪？你会思维的人，所有的事不离什么因果，他因果一直在相续嘛。肯静下心来的人，这些问题应该能想得通。哎，好，那个西方的那些研究报告里面最多的。胎记，有一些人那个胎记一片很大，甚至有一些呢胎记还凹进去，脊椎骨旁边凹进去。后来一催眠，前世啊被机关枪扫射给射死的，那个弹头就在他脊椎骨旁边，一切法。从心想生，它太深刻了，这个记忆的深刻在阿赖耶识太强了，这个种子太强，带到什么下一世，所以它那些地方有胎记，很有味道啊。那陈德讲这个故事呢，科学家他们发现了太多人记得前世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不知道哪一省的电视台啊，有一次的节目叫再生人，我看过，好像是江西还是哪里，应该是比较是长江流域，江西安徽啊那一带，他不是一个人再生人哦，那一个村落里面啊好多好多人都有2对父母，
因为他死了以后又投胎，又记得前一世的，然后就通通都是相认了，很有意思。古代就有这个例子嘛，黄庭坚先生，哦，那二十四孝之一啊，每天太史这么大官回去都给他妈妈洗尿桶，好像每一天没帮妈妈做什么，就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啊，其实承德看到这里是非常感动。承德这十几年常年在外啊，诸位学长，你有在家可以侍奉父母的机会啊，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也是最享受的事情。啊，有时候回到家，我觉得能帮妈妈扫扫地呀，都觉得很快乐。啊，平常都没这个机会。那黄庭坚先生常常做梦，梦到自己在吃芹菜面，而且梦非常清楚，实在太清楚了。他就循着梦境啊，去找那些路，结果真的找到了他吃芹菜面那个地方。他就敲门，一个老太太开门了。然后因为黄庭坚也学佛，就跟这个老太太聊啊聊，就老太太就聊到啊，前几天呢，我那个死去的女儿的忌日，她18岁就死了。她生前呢最喜欢吃芹菜面，我都在那一天给她煮供给她。那黄庭坚他学佛，他听到这里啊，他明白了什么？他都梦到自己吃芹菜面嘛，啊！所以诸位学长，你供养祖先，祖先吃不吃得到啊？时空是假的，是吧？真心就感通了。诸位现在供养不供养得到清净海会众菩萨，供不供养得到？好，哦，那就已经了解到啊，这个是他前世的母亲了。还越聊越多啊，为什么很聊得来？前世母女怎么会聊不来？很轻啊，聊聊聊。我那女儿啊，特别喜欢看书，特别喜欢写文章。可是呢，她写的那些文章啊，都锁到那个柜子里面，锁放在哪我也找不到。就这么一讲啊，黄庭坚就有灵感了，就去找到了，因为他放的嘛。找到以后呢，把那个柜子一打开啊，这个18岁的少女写的文章，他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就大吃一惊。跟他这一生的文笔，他是考上进士的人，那文笔有多好啊？他说差不多。后人看到这个公案呢，写了一句很有味道的话，啊，说书到今生，读已迟。哎，这个话你们要会听哦，不然听完这算了吧，还是不去汉学院的吧，来不及了啊，我当时就听错了啊。这句话会听的人，就深信因果，人家有那个能力，不是什么偶然的，那是修来的，别嫉妒了。可是告诉大家，是修来的比较多，还是性德里面的比较多？对呀，那性德里面的可不可以把它开发出来？对呀，所以会开发的人不识字，
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何其以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是吧？本来很迟钝的，他懂得开发自性的方法，念这一句万德洪明，人灭众罪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垢障消除，不但道心纯熟，且可福慧增长。这个方法是直接把性德的宝藏智慧开出来呢，所以你听到这句话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应该马上想到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起心念佛方明始觉，托彼依正显我自心，十本不离直觉。你可能几年就念开悟了嘛。所以这一个故事啊，你看每一个故事事中有理啊，这些道理就让我们得到人生的启发跟阅历。好，那这个是古代的，再拉回来我刚刚讲的研究的这个记得前世啊，他不到十岁前世记得清清楚楚，结果科学家就来了，然后就跟着他，由他带路，就到了他前世的家，因为家里人都觉得他胡闹嘛，啊，科学家也进驻了做个案，就带去了。到了之后啊，就出来迎接的呢，是他前世的儿子。那儿子已经长大了，大人了，就出来迎接。啊，那科学家知道嘛，他两边都了解了。哦，这个是你某某亲戚啊，这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，不对，她是我儿子。然后看着这个大人的眼神呢，就像妈妈看到儿子一样。你说科学家看到这个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嘛？啊，就是那种慈母的眼神，就马上现前，才十岁不到啊。好，接着好迎接了进去了。看到他前世的先生旁边还有一个女人，哇，一下子这个这么小的小女孩啊，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醋劲十足，喝山西的老醋啊，就很生气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接着啊，这个科学家看到这一些景象啊，就觉得不可思议啊，就再问了一个问题：有没有哪一件事啊，只有你这个前世的先生跟你知道的？这样就好测试嘛。科学家也挺厉害的，很会问问题啊。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先套了吧，是吧？这个小女孩说，她前世借我多少钱没有还，只有她知道跟我知道。哇，她现在吓了一大跳，马上点点头，有这个事，有这个事。好，故事说完了，事中有理啊。我们体会到什么？第一个，有没有占便宜的事儿？有没有吃亏的事儿？没有，他记得啊。下一次一遇到了，得什么？还？怎么还？连本带利。哦，这个因果可厉害了，算的不会比那个学经济学的差。连本带利不会比银行界的人差，算的都很准。讲到这里再举一个例子，在美国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朋友给他借了一笔钱不还他，他气到都已经得忧郁症去找医生了，
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？他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我这么仗义帮他，他现在有钱了还不还我，生不生气？你说气不气？哇，你们的定功很好，原来你们现在已经练出金钟罩铁布衫。你们怎么练的？深信因果。哦，你们不是45天就练成了，你们2个礼拜多就练成了。哦，所以以前少林寺啊，要出山啊，得要先过哪一关？得要练成，打得出去的人才能出去啊。哦，你们练的速度比较快一点。所以你说世间人看这个相啊，说不生气哦，不可能了。尤其现在人都没学伦理道德，那更严重了。所以在这个世间呢，不得忧郁症呢，也挺不简单的。太多是看不明白而气到最后，不生病都难。后来呢，他被催眠，前世是什么呢？他到一个饭店去住了好多天，可能住了也有10多天吧。结果住啊，刚好遇到老板去世了。他心里想什么？没人给他收房租了，他就没付了。他都死了嘛，哎，他死了，他有孩子，他有家庭啊，你还是要还到位才行啊。啊，所以几百年以后啊，又遇上了，连本带利给他要回来了，所以他气得半死，其实都是因果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女孩这件事就提醒我们，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的事情，甚至于你还要再高一层。这一生要做佛的人要抱什么态度？我欠人家的欢欢喜喜还，别人欠我的我一个都不要了，你要一个他就把你牵到轮回去了，是吧？你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吗？娑婆有一爱之不清，你这个也是贪求啊，临终被此爱所牵，就把你拉回来。好，再来，这个小女孩看到她先生后面娶的人就这么生气。刚刚讲了我们男学长要突破最难的地方，我怕他们心里不大平衡，所以包含现在也要谈谈我们女学长可能最重的问题，富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这个都不简单啊。但下面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一句啊，把男人女人轮回最重要的因给点出来了。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接着讲，以是因缘，
经百千劫，藏在禅服。我们说有一句成语叫缠绵悱恻，你们没有听过这一句吗？听过吗？缠绵悱恻啊，粘在一起啊，怎么拉又粘回去了。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已是因缘经百千劫，藏在禅服。还有一句俗话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听过吧？哎呦，这一句也是身灌顶阶啊，受菩提记啊。这一句女众真的看破，就接着放下了，六道拉不住你了。我们禅门有一个人叫金碧峰啊，他入定很厉害啊，他受命到了那个黑白无常，在那找不到他，没有办法交差啊。结果听说这个金碧峰啊，最喜欢他那个金子做的钵子啊，很漂亮的钵啊，他最放不下。结果打听到了呢，这个黑白无常就去碰他那个钵，让那个钵一出声呢，他就出定了。一出定，呵，把他的魂魄抓住了。结果这个禅师就给这个黑白无常讲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最遗憾的就是，能不能再让我摸摸这个钵再走？”这个黑白无常啊，挺慈悲仁慈的啊，这个摸一下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多高的，好吧，给你摸吧。这个禅师啊，一摸着那个钵啊，抓起来就把那个钵啊，啪，摔一个粉碎啊。他唯一执着的东西没了，啪，哇，哪里去了？怎么？所以有一句祖师法语说：“人生是瓦盆啊。”打破了方见真空啊，人生是瓦盆啊，打破了方见真空啊，我们都被这个瓦盆给框住了。什么是瓦盆啊？这个身体啊。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没有真正明白，放下不能，没有真正通达看透真相。所以我们迷在哪里？迷在把阿赖耶识里面的相分当中的一分当作我。真正的我是什么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。是不是说恭喜你，你正法身了、啊、法身是本来的身啊，现在为什么搞成这样？错认本来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，现在错认这个臭皮囊是我，那能力小到可怜啊！好像也是楞严经吧，不知道是哪部经，有一个比喻嘛，大海中有一个什么小水泡，那个小水泡是谁？自己。其实他本来是什么？大海。他现在自己是大海，忘了。
然后一直我就是这个水泡，我就是这只蚂蚁，坚固的执着。所以七尊佛出世了，那一窝蚂蚁还是蚂蚁。所以你看见思烦恼第一个是什么？身见啊。所以师长老人家很善巧，念念为众生，就是真正为自己，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啊。自性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。